那我们就来看那个 VBA 部分。那我刚刚有提过了，总共会有6个按钮啊。那有一些按钮其实之前有讲过的话，我们就是先让各位知道了啊。其实有些其实前面都写过，程式其实真的没有几行，写来写去都是 for 回圈啊。所以基本上的话呢，我们清除哈，其实就是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。好，然后呢，把它的 B、C、D、E 里面的栏里面等于空字串，所以清除最简单。要不然，其实要不你就是以后就干脆先写清除就好了。哦，清除是最简单的，有没有？而且有点已经写了 n 遍的了哈。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，哦，那记得是从 A2 开始向下追踪，因为如果你用 B2 追踪的话，它会 Ctrl 向下。会追踪到1048576，意思就一直跑到1048576，所以有些同学追踪错了，他会变成一直跑很久还跑，那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追踪错的栏，那就不 OK 了。所以理论上你一定要追踪是有资料的栏哦，你特别是不能乱追踪哦。还有就是说你 Ctrl 向下，它会停在43哦。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资料不能断掉。好，有些同学，你追踪的那一栏刚好有中间有断掉，所以理论上你要追踪的那一栏通常是编号，编号是 key 啦，key 的话是一定要有资料的，有没有资料库的概念里面嘛？有没有一定要有资料就是 key，所以你要追踪的一般都是那一个不会有空白资料的那一栏，OK 哈。那所以呢，基本上我们就是把这些资料这边全部清空，但是另外顺便讲一下哈。其实清空的写法啊，除了用这种方式清空之外，哈，诶，另外还有一种写法，我先把这边先注解一下。注解我跟各位讲，按右键这边有个编辑嘛，那这边有个什么呢？使程式变成注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我们有方法二。方法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可以用第二种方法。清除啦，那清除其实这种方法是比较没有效率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会一个一个一个的清空，所以如果里面的资料非常多，你会发现它会慢动作，慢慢清好久，终于清完了。但是小量资料没有影响，这边资料还算少，不会有影响。如果你是大量资料的话，建议你就是要把储存格改成用范围，范围的话还记得吧？我们用 range 有没有？那 range 的话呢，基本上哈，你就要告诉他说哪一个储存格开始，那这个是 B2 哈，所以 B2 的储存格到哪一个储哪一栏呢？到基本上到一栏哈，一栏，所以一栏的最下面，当然你打43了，可是如果将来资料呢是会变动的话，那你可能就是要把什么呢？43改成向下追踪，也许我先把它写完，点一下 clear。Contents 这样子就叫清除，那这个是叫做范围的清除。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提高效率，记得哈，可能要把储存格的写法改成用范围的写法哦。啊，但你可能要看实际上的状况而定哦。那另外就是说呢，这个43如果将来会变动的话，那你要把43改成向下追踪。所以意思就是说呢，你要把。向下追踪这个到的结果是43，有没有？要把它放在这边，把它取代掉。那我发现好像同学对这边比较有障碍，那个东西放在那里哈，其实真的不难啦。不过刚开始也许你有障碍，你就先记得有个地方可以复制贴上啊，哦，正确的，那我跟各位讲一下哦，这个东西要放过来到一，先把43删掉。二，因为它要串在后面，那它本身是一个字串，对不对？字串呢，要串的话，一定是 and 符号。那你要把这个东西放过来哈，所以基本上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样？前后一定要空白，然后呢，把这个东西，这个有没有？也许你复制啊，我这样 Ctrl 键，放到这里，这样就 OK 了，哈。那你想说，老师，那怎么会这样？感觉怪怪的。其实它的原理是这样，它回来是43，那前面是字串，后面是数字。字串跟数字要串的话，因为它遇到 and 符号，它遇到的话，它会自动加上这样子。啊，它遇到它了，数字变成字串了，再跟前面的串，所以串进去的话，刚好就一二冒号
吧？B2 冒号 E43 串进去就 OK 了哈，逻辑大概是这样了哈。不过如果你刚开始还是不太记得啦，反正最好理解啦，然后常常打，打久了应该慢慢就习惯了，因为这些都是有规则性的哦。如果你真的能够理解，我想你就记得了，除非是你还不理解。哦，所以这些东西都不用背的啊，背的话，其实背不了很久就忘记了哈。好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啊，好处是什么？好处是速度比较快。不过因为这资料少了，你会发现，诶，看得出来吗？有比较快吗？哦，没感觉了。不过可能资料量不够多，以后的话你可以再找更大量资料，一比马上就会差异性还蛮大的哦。所以第一个，你可以什么清除？可以改成用什么呢？这个 range，好，点 clear con 啊，这个点 clear contents 啊，不用背哦，因为你点打一个 C，打一个 L，其实这边就会出现了。大概我记一下 CL，大概就出来了哦，所以这边都要点两下，哎，clear contents 就 OK 了哈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哈，基本上呢，我们如果原来的公式已经输，当然我可以怎么样，再把这个。这一串放到乐透彩这边，然后呢，分别把这个公式复制贴到哪里呢？贴到我们的这个后面哦，有没有？这个后面，也就是我把这个公式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然后分别就贴贴贴贴，哎，但是呢，哪些地方要改哦？我前面讲过，第一个你先观察一下公式里面有没有双引号，好像前面有讲过，如果有双引号。你要变成两个双引号，这第一个规则。第二个规则就是说，你要观察它上一个跟下一个之间有没有变动。哎，如果有变动的话，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列号，所以要把这个改成 i 哦。OK，应该没有问题啦哈。前面都有讲过啊，这边也是一样，也是把这个改成 i。那这个的话呢，也是一样，所以这边有两个要变动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哈，哎，只有这个要变动。好，那基本上的话，我们把它贴过去之后的话。分别哦，这边我做一个，大概因为前面有做过了，所以我做一个哦。这边的话就贴到哪里呢？你可以把清除的程式拿来，然后清除本来是空的嘛，像这样子，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你就直接怎么样，把这边的二没有，双引号移到中间，再 end 移到中间，好，再加一个 i 啊，这个好像前面做蛮多的。然后这边呢，再把它空白。哦，因为 and 前后一定要加空白，哎，就改好了。那改一个，改两个，改三个，好，改四个。不过你会发现哦，这个 B2 哈，哎，这边比较特别，B2 到 C2，那这边如果你把它贴到这个公式里面去的话，哈，哎，原来是双引号嘛，哈，贴进来。那我如果要变动的话，这边要改对不对？哈，双引号移到中间，然后再 end 移到中间加个 i，好，然后空白一下。那另外的话，这个二有没有？你会发现哦，因为它的二已经是最后一个字了，所以哈，这后面不用像刚刚哦那样的哦。其实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把二 delete 掉，然后移到它的外面，end 空一格 i 就可以了。有没有这样子串一个 and i 就好，看得懂意思吧？这个有点像火车哈，有没有？你如果串在中间，前面跟后面是需要串，可是如果它已经是最后一节了，它已经最后一节，你后面还要再串吗？不用了啦哈。所以哈，不过有些人可能已经背很熟了，不过如果你实在是背很熟，没关系，你干脆这样一样嘛，这个双引号双引号。移到中间，哦，如果这边的话再一个 i，哦，啊这样子，哎，啊不过这边可能就多一个空，不过这多余的啦，哦，你看就多一个串一个东西啊，啊，哦，这个可以拿掉了，哦，所以这边也许之前同学比较会有问题，因为常常问说老师为什么前面这样，啊这边就跟它不一样，就有点转不过来，OK，所以我特别强调，因为它后面没有字串了。所以不需要再一个串接符号，只要串一个就好了。OK 哈，那另外这个 range 这个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哈。所以呢，做完之后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产生那个乐透彩的清除。
跟乐透彩直接输出，所以清除、输出，OK 哦，第一个完成了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我希望怎么样？跟刚刚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一样，但是我是用 VBA 来写。哎，那 VBA 怎么写啊？所以这前面好像也写过了，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一样的写法。再来的话做逻辑判断，如果它的依栏里面的值哦小于等于7，就把它的 A 栏里面的这个格式字改成红色的，然后底色改成黄的。啊，这前面有讲过了，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。第二个的话，设定格式化 VBA 的程式哈，基本上结构非常的简单，一样是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，哎，怎么写来写去都一样啊？对，其实我的程式有个，就是尽量能够一致性啊。如果呢，我的这个一栏里面的资料，哈，if 什么呢？sales 这一栏里面的资料啊，这一栏里面的资料一个一个抓了，所以用 sales i 列的一栏。小于等于7的话，那我才去做底下这件事情。什么事呢？这边我其实只有写底色了哈，inter color 这个有应该有印象哈。变成黄色的话，RGB 嘛，我讲过，黄色的话就红配绿，没有蓝色。OK，所以如果这个把它执行的话呢，那基本上它就什么，碰到那个什么呢？七，哎，所以跑到这里了，小于等于七，把这个格式一下，所以实行给各位看一下，哎，有没有这个底色哈？啊，其实我这边 inter color 只有底色改黄的啦。那如果你要字改红的话，你再多写一行就可以了。还记得啦，封点 color RGB 2500就可以了啊。那再来清除的话，就是把它的底色清掉。这个我想前面也讲过了，有没有？等于 inter color 没有 actual none。哦，这个好像也写讲过了，所以把它执行掉，啊，就恢复了。OK，所以请各位哦试一下，这个是清除，我不要改啊那个 range 来写哦，然后再把这个里面的公式丢进来，好，然后再来设定格式化条件跟那个清除啊，不过是用 VBA 写的。最后呢，我们要把前七名列出来。这个也是本来没有的，不过同学问说，老师你这样子很不方便呢。哦，如果你将来给老板看的话，老板是要看结果啊，不是看看好久，终于才看到，他一定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干脆帮我列出来就好了。哦，对，所以有什么方式可以把这个写出来？好，OK，那其实这个哈写法是从格式化复制贴过来改的。哦，但是要怎么改比较简单呢？其实我这边是提供给各位一个比较简易的写法。好啊，当然最好是你自己也动过脑筋，实在是写不出来，或者是最好是哦，你已经写过了，然后写不出，或者是写不出来，是或者是你写出来，但是写得很复杂，那你再参考我的，你会觉得哦，原来这样写更简单哦，那这样你才会进步啦，不然的话你永远都只有看老师的，所以如果老师有提供你就会，如果老师没有提供那你就不会，那永远对，所以至少然后你。还是要先稍微动一脑筋。那如果有些东西刚开始还是从修改开始啊，我想请各位先试着上面4个按钮哈，待会再来看前7名的部分哦。